好，看完了，好，看起来好像还好。目前我个人是1胜0败了，应该是不会收到太强的啦。好，我用中信兄弟。我真的是10天没打了呢，好久没打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高手应该收不到我啦，因为高手的积分他是属于排在前面，啊，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小菜鸟，收到一个轻松的对手，用161大犀牛进军大联盟。6688000016。好，旧金山球场啊，看一下他的阵容。哎呦，哦，完整呢。A 卡郑兆航用萝莉先发，哎呦，萝莉紫砂强化。林哲轩、林奕泉、吴金龙、黄忠义，哦，该有的都有。各位，这有点强哦，而且他30胜4败。呜呼，第一球，哈哈哈，第一球就安打啦，靠鬼，不好意思啦，我说他强，实在是自打嘴巴。我靠！这跳接强哎、欸，这跳接强哎、欸！哦，现在框框变很大哎、欸，太久没打。呜，刷赛，挥棒落空。尴尬，呜呼！啊，韩寿没回来得分，第一棒郑达宏打数最上，哎呦，这有牌哦，这个棒次有牌哦。没有人出局，三垒没得分，是不是有点弱？哟，啊，好的，三振是一开始。现在投球要投很开呢，因为现在都是属于这种枪队，那个框都超大。哦，是的，哟，擦他双眼，out。其实他的，哇塞，呜呼，还好我来得及追到墙边接杀，哇塞，那个歪框，那个为什么可以飞那么远啊？白框这样打可以飞这么远呢？吼吼，跳不到好惨哦。哇，糟糕，抓到！他想说慢慢走来抓我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一溜烟倒上二垒啊！帅呀，各位！
迷踪步伐、啊。哇，尴尬。陈瑞昌啊，这个陈瑞昌厉害啊，陈瑞昌出的太好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要回来得分呢，不要闹啊，先得分，加油，专注。哎，忍住啊！我跟你讲，他用点放的萝莉紫砂，有啦！哎，我靠，球点新球点强化，车步边，哇塞，这棒棒啊，各位，这好棒棒的球点啊！哇，新球点，帅毙啦！白框拉，可以拉到这样子。他也接不到哎、欸，这以前都可以扑到的说，再来一分，靠鬼，哇塞，帅，哎呦，哇，这一球盗垒失败了。欸，我觉得这个放框打球点太多了，然后很难守，跳接也变难了。真心觉得就是会有很多球点出来了。认真讲，你必须要不能够你的整个操作模式要稍微做一点转换，你的操作模式要做一些转换。也就是说你的控球，哦呦，碎，你的控球要稍微远一点，离好球带稍微远一点，要去稍微吊它一下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要求啊，他这样可以打界外球也打。哦，我要小心呢、欸。落空，这个球被骗了。有很多不同的球点会出来，漂亮！哟，啊！三局上半，目前是3-0了。看得出来，我还是属于宝刀未老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啊！可惜，而且我是硬拉。现在好像开框打是比较好。看来萝莉他没力了。所以有没有看到？吼吼，他后退手背。开框打的话，形成安打的几率又非常大。哎 ，Billy 你好 ，Billy 我看到留言了。你看哦，我现在都开框哦，我完全没有缩框哦。哎呀！哇，这个速球没跟上，老了啦！哎、欸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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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思齐，在左边，他坐右外野。范新民，呜！新球点，这个球点接不到，被阿吉酸打。哎呦，他这个用一个 Tony Green 呢，打速急上，左打，嗯，
这个有可能有特别想过哦，87年这一张。跳，哎呦，来不及耶，各位抓塞，哎呦，花花直传，哇靠，抓塞，这有半 safe。啊，有要求。投手牵制跑者，如果投手牵制太多。天气对到林哲瑄，这是一个危机啦，看来要小心。而且他没力了。啊！哎！哎！这先要勾！哇靠！三分弹！哦，这最底的白框哎、欸，最底哎、欸！啊，这样就被敲了、哦。看，游戏做成这样子，这超级大坏球哎、欸，超底的嘞，我超底耶、欸，这样也可以被轰，哇塞，我尴尬了这个，哇难受了难受，哦碎碎碎碎碎。哦，这个要用扑的。哇！这一球啦，扯啊！这一球太扯。他刚刚是放这里哦。哇，尴尬！请问开多久？欸，如果打击多样化，然后呢框这么大，又再加上道具的话，饰品，我也觉得这游戏会变成超强打击战。会变成投手比较难去压制住。两好一坏。哎呦，要求打者的棒子碰不到。欸、这萝莉紫砂很难那个。打出去，这球可以跳，这可以跳，这种的是可以跳的。他现在有一种是需要扑，有一种是需要跳的。你还是要多打啦，多打才能知道说哪些球是扑，哪些球是跳。哎呦，被猜到了。哎，我现在三分打，结果3-0，现在变3-3，有点尴尬。哈哈哈！滑球啦，压制到他了。来，五局上半了，他的投手被克到了，魔力被克到了，现在轮到我了。阴天，哦！我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为什么他跑到界外？哎呀！要求哎，所以啊，这就可以跳。
有安打，这球打出去就知道安打。不太敢到嘞。回去回去啊！啊！这球是速球，所以他传直接传一垒，这球厉害。跳！哦吼吼吼！这球是可以哦，考你反应哦。这球其实是有机会的，刚刚是喷射球啊。中框，哦，他用这个左打，然后摆中框，想用砍打，哎呦，心机好深哦。啊，刚刚这个林哲轩对天给我扛一个三分弹，小王八蛋一个，这个刚刚那个有够扯。OK， you 啊，不好意思，把刚刚打全垒打的三振是很爽一件事情。哎，这紫叉就这样子，像飘飘飘就飘进好球带耶。哎呦，强化 S。嘿嘿，啊，尴尬，三垒手太三，直传。哎，二军的大师兄，前面连两 K 啊！这个加油歌，应该这一期都听不到。哇，难受哎，打不好。周董，有，漂亮，漂亮，靠鬼，靠鬼，靠鬼，碎，哦，他有急速反应嘞，他起来好快哦，太好了，六局，罗莉投了62球换，哎呦，他换霍夫曼嘞。哎呦，他换霍夫曼嘞！好球，没有打，有盯住这个球吗？啊！不行啊，我还是容易被骗。好，来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时候他的打者我们要换，我们来换林恩宇。因为第一棒这个他天气对到，你不能让他上。所以，哟，啊，哇的。跳啊！哎呀，这没有机会啊！中世纪，快点！哇，尴尬，刚刚这球跳不到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他锁定，他锁定，他锁定外角，他锁定外角。OK， 很好，很好，这球可以，没问题。拖到斗，拖到斗，哦，拖到斗，守住啊！啊！抓塞，抓塞，抓塞！回传恰恰，啊，杀不到！哎呀，这一球被打到洞里面去，我尴尬了，掉分了这个。两好两坏，
没有关系，一分差，我们把他追回来，把他追回来。哎呦，我傻住了，尴尬。有哦，碎碎碎啊！这个 timing 不错哎，漂亮啊，够远吧？哎呀，不够不够，其实 timing 不错啊。花花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要懂。七局要守住啊。欸，我差不多要换，因为我投手被磕到了，没什么力。来，各位，台湾之光王哥哥，空了，好像飞太快了，漂亮，这么大，远的不错，哎，这是坏球。啊，有要求哦，那个没有判好球，我觉得有这个不太对哦。哎、欸，他锁下面，他锁下面。哎呦！哇，尴尬！可恶啊！这框太大了，用这个滑球不好，不好那个。哦，是，哎，手接到，好，他一个打带跑，跑者上二嘞。打者的目光很锐利，打击感觉不错哦。这要小心被他打动了。哎，我觉得啦，我们保送他，保送他之后，把二垒那个洞把它补起来，知道吗？漂亮。OK，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，直接换，不啰嗦，关大元好不好？然后打者换15年许基宏，单年度给他吃回来。You 啊，顺利化解，来八局上半哈、哦，我们要反击，反攻反攻。我有开过连发吗？诶。其实我目前都是用键盘。他换上郭永志，哎呦，哎，拍趴嘞，防波堤呀、啊，他都走那个外角边，外角边缘。哎呀！哎呀！很难判断啊，他都一直在攻我的外脚下。有，嘿嘿嘿嘿！哇，干，这可以跳到。基隆，基隆，基隆！让他没力，让他没力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有用砍的呢。哎哎哎，中毒！尴尬。八局下，八局下，那只剩下啊，只剩九局上，糟糕了！哇靠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击穷多样化，我完全没机会呢，左外野手完全没机会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感觉不错。
完全没有机会的打击。碎碎碎！很好，哟 ，out， 多 out， 球兵注意哦，来换那个16郑凯文，把 DH 换成张志豪。来了哈，准备哈，郑凯文。哇塞，不会吧，超低耶、欸、超级大坏球耶、欸、我的妈呀，哇，这个超级外角大滑球，超低耶、欸、哇，尴尬，这两分弹我整个八局下打出来我士气没了。哇，观众可以准备起来 走人了。那个怎么捞出去啦，那个有点扯耶、欸、OK，速球三振、欸、差几分，差三分、欸、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各位不要放弃啦，哎呦，正田树还有这一张、欸欸、糟糕，尴尬，哇， A 大师，猜到了，嘿，漂亮，不放弃，不放弃，不放弃，哎、欸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，加油，老板 ，OK， 没问题。啊，回去，回去，啊。啊啊，难扣啦，哇，难扣啦，啊，黄宗毅框太大了，框太大，框太大，哇 ，Mark Melanson， 哇，七七。七七，双方的选手还有教练都表现得非常好，七七，值得大家给一些掌声。安打多一支。球迷朋友们，下次再见。看一下，输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三分弹，然后还有张泰山的全垒打，难受。七七，我个人觉得哦。不适合回锅啦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回锅，我可能要好好的稍微练一下。啊，输球送我50000而已啦，哎、欸，我太久没打了呢。